那个下背压向地板的核心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好像有一个以那个核心的影片肌肉，没关系，这里再录一次。这边会有个凹凹的地方，嗯，凹凹的地方啊，对，试试看，让它压向地板，所以你会感受到你的尾整个坐骨、整个骨盆往后倒。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把掌根跟手指放在这边做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你去感觉到你的骨盆整个在往后转动，所以下背压向地板，肚子在收向地板，你的耻骨跟你的肚脐会一起向上拉，然后大腿其实也会有一点点收紧，你这边就可以再加一块砖。帮助这整个动作。好，然后你可以试试看，轻轻的往上提一点点，往下放，每一次越来越高，你可以停住，然后收紧，然后脖子保持放松，同时保留呼吸，然后再感觉这个整块有没有都启动。然后你当你感觉你脖子要开始用力，慢慢的放下，然后放松的时候，膝盖抱上胸口，摇一摇就可以放松刚刚的核心肌群，可以先练习这样，谢谢。